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想我成汤百年基业，17世有31王，今天不是比干不忠，只是当今的大王刚愎自用，崇信奸佞，听信谗言，受妖孽迷惑，将要断送成汤几百年基业。昏君，我看你日后怎么面对先帝。Thank you.